恩典三六五，祝福您今天经验神话语的大能。我很喜欢读约书亚记，因为每次约书亚记都让我看到一个得胜的征战是怎么样一步步进去的。虽然未必一路一帆风顺，在他们进迦南的过程里面也有失败，比如说爱城就失败。但是在那个中间，我们找到很多属灵的原则：得胜是怎么样得胜的，失败是为什么失败的。在这段经文里面，我要跟你分享神今天带我们进到约书亚记第六章，那里讲到说神给一个很特别的策略，说你一切的兵丁要围绕这城，前面六天一天围绕一圈，然后第七天要围绕七圈。神给一个很特别的策略，但是我特别被提醒，这里面有两个字叫做一切，一切的兵丁。你知道这就想到合一的重要，不是部分的、听话的、愿意的，是一切。耶和华的军队要走在合一里面，失去合一就会造成对立。如果你想当时约书亚这样的宣告的时候，有80%的人说好吧，有20%的人说 no no no， 我们绝不去，这场仗怎么打？我求主恩待我们，主把那个一切放在我们中间。如果你继续往下去读，你就发现真的耶，他就这样宣告神的吩咐，然后呢，百姓就真的顺服。你不要担心说我是谁呀？我照着圣经的原则去做，我怎么可能够抵抗这个大的体制？我怎么可能抗拒这些根本不可能听我的人？我要告诉你，这件事情能不能够做得成是神的事。神能不能够使百姓合一的跟他一起去绕城，那是主的事。而约书亚的事是什么？你怎么跟我说我就怎么宣告。你跟我说一切的兵丁都要去绕城，我就宣告所有的耶和华的军队要一起去绕。当他这样说的时候，很奇妙啊，出于神的话真的是带着权柄。神的话是有权柄的。你记得在福音书里面讲到，文士跟法利赛人听耶稣讲道之后，他们很惊讶，他们觉得耶稣讲道好像不太一样。不太一样哪里呢？是他特别有学问？是他讲话特别有个人魅力？还是他特别讲道里面的那个引经据典？都不是。文士跟法利赛人中间也有很多人很会讲，圣经很熟悉，很，可是耶稣不一样的是，因为耶稣讲道里面有权柄。神的话是带着权柄的。我求主恩待我们。圣经里面讲到说，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神的国不在乎我会不会讲，我有没有个人魅力，我的地位到底人家会不会听我的。如果你宣告的是一个从属灵来的原则，我要告诉你，神的话本身就是权柄，神的话本身会带着能力。你放心宣告，
走在神的旨意当中，在你不能，在我不能，在我们的神凡事都能，因为神的话语本身是带着权柄的。一起来祷告。主，求你给我们一个信心。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觉得我们这么渺小，我们在这里好像真的是一个螳螂在挡车，我们在面对一个这么大的大环境里面的那个抵挡，我们怎么可能胜得过呢？但是主啊，当我们宣告的是你属灵的原则、圣经的原则、真理的原则，求你给我们有一个信心，因为你的话是带着权柄的，是会带来改变的。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坚固我们的信心，奉主的名求，阿们。主把这句话给你，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权柄和能力。神话语的全能与你同在。心和